这是我。哎呦，浓浓呢？好有范。OK。我是写了。农农希望农农可以和我们多分享自己不开心的事情，不要什么事情都默默自己一个人消化，然后可以多和大家交流的感觉吧。因为我觉得农农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是，是不？是不是？是。他一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不会跟我们讲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很坚强，很懂事的孩子。因为他年纪小，然后很多事情其实要自己扛的时候，那个是那个很坚强，是，很对，让人心疼。是吗？没事啊。其实农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小，但特别有担当的感觉，根本不像他们这个年龄的感觉，是和我们一样大，或者甚至比我们还成熟的那种感觉。来，那个刮刀给我，我来削土豆丝。你还笑吗？哎，侧面是吧？不是，这个你可以。呼，嗯，啊，没事了。OK。你有超乎你年龄的成熟情商，虽然年龄比我小，但是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学习，很有责任。希望农农可以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哦，压力不要太大，永远都是最阳光的。需要我帮你把鱼拿过来吗？没事。哦，已经在这里来了。OK， 需不需要切什么蒜葱什么的？可能需要一个辣椒 ，bro。嗯，没问题，到时候。谢啦 ，bro。你待会要不要绑一下鞋带？好啊。不要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我想你等一下自己踢到，我跟你讲。哎呦喂！谢谢农农。没事，菜可以先上了 ，Justin。我帮你端还是你自己上？你上吧。好，久等了。谢谢。慢慢的，慢慢的。OK。哇、哦，好漂亮啊！天哪。谢了 ，bro。很成熟，很冷静，说话做事很有想法，但突然又想到，其实你也才刚满18岁。愿在以后的日子，一切都好。完美的餐厅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体验营，你能够从中获取友情。加油！开始。可是我什么都没给你们带。没事，你们不用带，你们就是我们的礼物。啊！不要把手机掉到水里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真的不行。好了，那我们明天要加油。拜拜拜。这个很省字，六个字。这一刻很幸福。啊！我们猜猜是谁的？陈立农的吧。我觉得看他笑成这样子，应该就是 Justin。这是他。我看一下字。这繁体哦，这繁体哦。农农，农农。哦，怪不得这么快就写完了。这一刻很幸福。你好。欢迎光临，雨夏，玩疯了，玩疯了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。很谢谢你们今天这个 surprise。三、二、一。但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。最后大家一起坐在一起，好好吃一顿饭，对，为了那一餐的那一刻。